管是视觉或是听觉，它都让你超有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鬼黄生，我发行个人第三张专辑《超有感》。Yes 933黄鸿生超有感签唱会，7月13号星期六傍晚5点，Square Two 陈宁主持，鬼迷们记得出席。也希望可以感动你哦。感就像流感